好，我来到这边说正杠的养鸡场。那我看到这有两只鸡，它们大白天的，现在中午了，才11点多了，它们还窝在这个地方，可以告诉我们它是怎么样的吗？它在睡午觉吗？对，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鸡的部分的话，其实呢，一般的话呢，我们鸡走在这边的话呢，都是会开始准备酝酿生蛋，然后呢，就是有时候呢，也会看到就是他们在这边睡午觉，其实两个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。如果看到就是他们，因为他们现在是低着头，低着头的话，基本上这个部分的话，他们就是可能在想要睡午觉，会在这。如果他们就是头抬起来呢，就是头抬起来，然后是坐着的话呢，就是可能要准备生蛋这样。然后像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头是低着的部分，就是已经在那要想要睡午觉。哦，这样。那你是说他如果生了鸡蛋，那你们会怎么处理呢？基本上我们就是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红壳的鸡蛋，然后他们红壳鸡蛋生出来之后呢，如果就是过太久没有把它拿出来的话呢，他们可能就会把他们自己生出来的鸡蛋就是把它折破，然后把它食用掉这样。那为什么他人家说虎不毒虎？虎毒不食子，为什么鸡会吃自己的鸡蛋呢？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是蛋鸡的部分，我们蛋鸡的部分就是它是没有经过交配，然后就是直接把蛋生出来，然后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个蛋鸡呢也是知道说它生的这个鸡蛋的部分，生的鸡蛋的这个部分呢是不会就是有孵出小鸡的，对，然后所以呢，他们如果呢就是真的是饿的话呢，然后他们就会以为那是食物，然后并且把鸡蛋啄破食用掉这样。那你是为什么你会知道这样呢？因为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这几天呢，就是也有看过有几颗蛋，就是他们生完之后，我们并没有把它马上把它拿出来，就是可能是在晚上的部分。然后我们一早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蛋壳已经破掉，然后并且已经被食用掉了。对。这样是，好的好的。非常的遗憾，怎么有机会做这样一个违反我们想象的这样的情况啊？你知道现在的鸡蛋有人造鸡蛋吗？人造鸡蛋的话呢，基本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，我们这只鸡已经有生出鸡蛋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的真的，那赶快要给它拿起来。对，因为它等一下就会跑走。哎呀，那个把它放在下面去了。因为他们等一下基本上现在是在啄鸡蛋，然后等一下他们就会离开了。你看，因为他现在就在啄鸡蛋了，就在知道说他是不是能生小鸡。他就知道能不能生小鸡。这两只鸡是一公一母吗？没有，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母鸡，我们不会有公鸡的部分。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只鸡都是，对，都是母鸡，都是母鸡。因为如果是公鸡的部分的话，基本上它就会交配，然后生出会产小鸡的蛋，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不会给它们交配。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是蛋鸡的部分，所以呢，蛋鸡的部分的话，它是可以自产蛋出来的，所以不需要经过交配的。这样，好的，谢谢你。